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做会皈依三宝。阿舍利尊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尊，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正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尊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尊，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正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尊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尊，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正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高注》第172页，咱对第六行中啊看起啊，第18愿。这刷到头前的就改第18愿，我问我明何至心信奥，所有善根心心回向，完成五个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出正觉，唯独我亦诽谤正法。头前啊，第19愿，注重在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那第18愿，注重在问我名号，至心信奥，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出正觉。十念必生，这是第18愿的宗旨。咱一愿一愿呢来讲，古代的48愿，多一愿是第一呢，几乎大家拢公认第18愿是48愿内底第一愿，最重要一愿。甲咱讲十念必生，但是咱也未当去疏忽了第19愿。为什么呢？19愿是发菩提心，三辈往生，往生正因，内面啊是八字，发菩提心，以向专念。这是啊，古来真多祖师大德拢认为这八字是本经的重要，最重要的
直到完结。后一大师在要界里面讲了四字，把八字变成四字，大道只要之间一点也都不复杂，简单明了。大师说了，性缘之名，真情切愿，就是大菩提心。持名即持名号，就是啊，一向专念。要解内底这四字，和印光大师为佛家五体投地，讲了太好了。这么简单，每一个人都听有啊，都听有，每一个人都嘛做会到。你不肯做，啊，就无办法咯。你若肯做，无一个人做袂到的。咱来细心的观察仙人净土圣贤录来对所列的，过去念往生的才会大德啊，往生传顶面所列的，眼前咱亲耳所听到的，亲目看到的，证明这个代志是真的，不是假。也唔过呢，唔相信的人也是啊，真多啊。大有人在啊！为什么呢？烦恼习气，障碍着咱的智慧，障碍着咱的信心。就是讲亲目去看到，看到啊，人有成就啊，对家己也是个无信心啊，甚至讲对家己无产生真正的境界，为什么呢？日常生活当中。也果是五行五数，无边习气，为当下的改革来。这款人有偌多呢？太多了。三年我在台中求学，地理老师老师创办台中佛教联社，我跟他学教的一年，
然后一摆去台中，是台中连下成立十周年的纪念。迄个时阵，台中连下的连友。登记伫个名册顶面呢，有20万人，伫台湾是相当有规模的佛教社团。有遮侪人，老师伫遐用这个做例来跟我们讲，莲友就是台中莲社的莲友，一万人当中难得有三五个往生，不是万寿万人去啊。莲友他们都有听经，都念佛，为什么一万人中间有只有三五个呢？经你听有无？那就听有啊，那就听无。不如念无？嘛是啊，思念非念。啊，每一天念几声佛号，甚至念几百声、念几千声、念一万声，拢无想要往生极乐世界。就算讲看到念佛往生的随相了，在中学念往生，伫莲社做告别式，大家亲目看到随相，嘛赞叹啊！不过家己犹原是五行五素。无境界，无法愿认真去做，这些代志呢，拢是我亲目去看到的。回想起来，当时我所讲的这款的状况啊，包括我家己。对净土生不起信心，真尊敬，嘛真正看重的，并无轻视，但是家己的心就是发不出来。这就是我常常用的比喻，咱对净宗有90%的相信，也过有10%怀疑，甚至也过有99%的信心，也有1%的怀疑呀。这份的疑惑，足以障碍往生。是什么原因呢？我家己的原因。因为家己是一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毛病就是要追根究底，彻底弄清楚，帮明白，才会相信。无弄个彻底呢，疑问是袂当避免的啊。
老师，我来的做书台的主角来对，把这个问题有讲清楚不？有讲明白不？有啊，呀，咱啊，为什么呀、啊？也未弄清楚，讲老实话。老师讲经，咱听无啊？祖师大德留落来在住所，嘛看无啊？为什么看无听无？代志就伫面前啊！学了印光大师文钞，这才把咱的毛病找出来。什么原因呢？心境无够啊！不是无心境，有有听无啊？真正有。那不是真正有，敢未当逐天去听呢？一堂课都唔敢去放弃，有心静心，心静心无够，无达到标准。伊因做讲了，一份心静，你呀、啊。只会得到一份利益。人家心境分做一百分，大概啊，我有30%的心境心。一般同学的心境心呢，我会估计10%的心境心。哇，比恁较侪啊！侪安怎呢？也听无啊，也无甲意识真正断去啊！得爱偌侪分的心境呢？用个人的标准，总得爱70-80分啊！有力量咯，三心力量，会当到90分。你绝对的得心净土，但到这标准的人，无得找啊！你靠在这一生当中培养，甲诸位讲都爱啊，长岁修。哪个无遮长的岁修呢？清净心无到达一定的标准，人讲一定的标准算60-70分，无到这个标准，往生就不可靠啊。30-40分是够卡无把握咯。哇，得到佛菩萨加持，寿命也很长咯。会当克力不下，遵守老师教诲，看破放下，放下看破，用了拄啊好60年的功夫啊，大概把信心提升到60-70分了。这60年呢，还是一假期啊，无算短时间啊。那讲唔是讲每天，
认真学习，克力不暇，但未到这个标准啊，但未到这个标准都无把握了。唔是，无认真啊，认真学习，这一生也是未当丰盛。哎，去倒位去呢？毕竟伫这一生当中，善多恶少啊，有八恶成天，欲盖天，这有八恶。啊，对人心当然是更加有把握了，但是人间太苦了，内心无想要来人间咯。当然嘛，未对三恶道，贪嗔痴无了。有习气啊，宰食名利，我要六顶真正放下了，确实呢，袂搁甲这物件放伫个心内。这都是六道啊，天道以下的那个业因难救了。那天道呢，为咱讲是上上，咱也做未到。色界天都要修禅定，无色界天嘛都要修禅定。咱无一个能力，有界天，面着上品是成业道，上品是成业道，咱是。做会到的啊，学习经教，念佛，这个功德回向，有改天，咱想。当中这几层都离天也摩天到四天大概都可以去争取到到四天一难那不可以去啊到四天也可以去的啊家己定定想看卖咱家己这一生啊所做的这个业因，然后就会看到来生的果报啊。有这款的业因。用以来专修净土，一心念佛，能往生极乐世界，反省动机土，都有把握了。然后有大师讲得真好。伊老大人甲咱表法，动机土
哈哈比翁星就是满意咯。一句话啊，讲甲真好。那伊是毋是哈比翁星呢？都叫世界品味也未钱咯，真正发上应下何妨啊？违法叫世界品味都未钱咯，干咩会甲这个世间人去争名利呢？这对无可能的啊！只味老老实实，红星狗啊，叫世界48元是保证啊！读了啊，48元就知影果报，无比的殊胜。太殊胜咯，殊胜到咱毋敢相信。但是咱来知影，即个阿弥陀啊，决定无一句妄语，拢是实实在在。咱会当相信呢，这就是有福报啊。所以，这个第十八愿内底，咱来真正落实啊！至心信敖，敖是欢喜啊！真正相信，真正欢喜，叫做世界；真正的欢喜，阿弥陀佛。把咱甲家己所做诶种种善根，所谓善根，善根是不贪、不嗔、不痴，世间法诶三善根，出世间法菩萨善根是精进。六道内面，有有包括啊，渐渐，渐渐无包括有有，譬如讲，波斯波罗蜜，伊无包括后面的五种，世界波罗蜜呢？一定包括布施，包括头前，伊未包括后面。后面忍辱精进，伊无包括咯，伊未包括。那公司要多来对专修。特别注重在不持波罗蜜啦，参与六道啊实体，头前五道拢是教咱放下，最后不持是看破。看怕什么，拢嘛是假呀！金刚经上讲，凡所以上，皆是浮妄。
放下都是真的，真是智慧啊，无真是智慧，你袂放下。为什么放下这困难呢？都是无智慧啊，智慧变作烦恼咯，智慧变作了习气咯。对乎世间一切法，甚至个包括佛法，经常讲啊，法相应下。所以啊，咱第一法来对基础一法，海贤老和尚基础一句名号啊。其他什么拢唔知影，一即一切啊，一切即一，大乘就圆融诶，妙不可言啊！这个一法成就咯，一切法拢得到咯。二一一门得到的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拢得到咯。安怎得到呢？见性得到呀。安怎见性呢？得定啊。你得到清净心，得到平等心，咱这个经过上呢，清净平等。是定，清净啊是小乘定，平等是大乘定。用这句名号就会当得到。真正不可思议啊。啊，十八愿，至于心性奥，这句非常重要。至心，伊无讲诚心，无讲真心，真诚到极处，就是至心。哇，一句话讲，那分别执着无了，对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分别不执着了，连起心动念嘛无了，分别执着无了，清净心现前。起心动念无咯，平等心现前。至心真诚到极处啊！这是什么境界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是啊，经对后面的这字角，利用念佛法门，成就清净平等角，角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叫做角啊，角就是菩提。啊，对都会来，啊，对清净平定来啊，对定来啊，
平等呢是自性本定。慧能大师现生的时阵所讲的五句话，那是伊的心得报告，是伊的博士论文，就是遐简单啊！在伊嘴里讲出来，哦，做者听。真正明心见性了，欢欢喜喜，伊爸都交予伊啊，立伊为第六大祖。伊第四句话是自性本定，何其自性本无动摇啊！本无动摇，就是平等。动摇就无平等咯。伊个功夫，迄、那个定，毋是盘腿面壁，定伫倒位呢？伫生活当中，行住坐卧，拢总是定啊。行住坐卧，若均接触了灵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叫做自性本定。所以啊，伊个随缘呢，释迦牟尼佛自性本定是现伫个八相成道。那就是生活咯，是现在49年刚进教学，拢在定中啊，无一分一秒离开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觉是自性本定。你比方这好难看，咱看无啊？那真正看有，会亲像大师同款。什么叫做色法佛法？要有这分别，就无平等。原来色法就是佛法，原来佛法就是色法啦、啊。这就是清净平等觉。你安怎还会起心动念呢？起心动念就错咯，那是阿赖耶变数啊，不是自性这边的啊。十八愿真正无简单啊，十八愿咱真正亲眼看到咯，我伫美国。1980年代，我看到周公台王心，啊，伊是华侨啊。
伫迄边开一个面包店，钓得干净，好干净的美极咯。你放弃治疗，同颠倒的人才转去，甲伊讲，伊的存活期间可能较无一个月，真严重啊！规家人无宗教信仰，这个时阵就急了，边唔收留了，所以啊，四界求神拜佛啦，看是唔是有奇迹会发现。那时阵，咱华府的佛教会成立大概一年，华府佛教会1983年成立的。但阮拄到这件代志啊，伊来问阮。阮就派四个连友去甲看，连友拍电话给我，讲伊病确实真重，恐惊无办法过，快落去咯。我就甲大家讲。恁试看卖，劝伊念佛求往生，伊愿意无？无想到讲有善根啊！简简单单，甲阿弥陀佛叫世界讲互伊听，真正相信，真正发愿，临命终时，十声佛号，一声佛号，拢会往生。就听得非常欢喜啊！甲因兜的人讲，唔免过去找医生，也唔去求药咯。因大家拢总来念佛，来帮助我。伊对大家斗阵念，这个心一个发，也变那像减轻咯。迄感情是真疼嘞。念佛都未听咯，所以真正欢喜。念佛无停，三日三暝，伊往生咯。你看，一生临终以前，三日三暝，六七个人该助念，阮派四个人轮流。因家里都有两三个，这张是我亲眼看到的。啊，这关兑现咯，没有两句，唯独五戒，威棒正法的呀。这款的人念佛啊，也未当往生啊。啊，这两句呢，咱等到第六品48愿的时阵，再更加注意做详细布告。这句古人。也有无同的讲法，有人主张的，伊做五逆罪，伊诽谤正法，伊决定唔相信，伊袂当接受，当然伊袂当往生啊。
这是一种的改性。另外一种改性呢，诸宗五业是恶的，临终真正忏悔，又不再做。这款的念佛就会往生，以前诽谤，现在未诽谤了，现在有真信，有真愿，忏悔的功德不可思议啊！人就是怕不知道人忏悔，不知道改过。中国古人讲得真好，真正肯改过的人，伊就是好人啊。改过自新，善莫大焉。就讲台技术实现互咱看，你们将一个讲，伊就接受，伊就会相信，真正发愿求生，这是忏悔啊！一生所做的罪业。过去生生世世所做的罪业，全部停止了，止掉的了，会起作用。这个法门叫做大业往生。啊，往生的条件就是在一念真心，一念真愿。以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念这句佛号啊，伊就会得生净土。往生以后，黑化要有下力啊。甲咱讲这个代志，唔是假呀。十九愿内底，发菩提心有一心念我，昼夜不断。有这两句经文。念佛注重在一心，这个一心都是真诚心，这个一心都是清净心，这个一心都是恭敬心。五浊真诚恭敬啊，印光大师讲的清净。昼夜不断。是相续心啊！甲明明行菩萨甲咱讲诶，念佛的闭关，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一心都是不怀疑、不夹杂啊！昼夜不断是相续不断。念佛的条件拢总具足，临修终时，我、哦、这个、我是阿弥陀佛自称，阿弥陀佛无著菩萨众，现前
来迎接。耶路世界无空间，无空间就是无距离，无时间，所以用时无间，即成误差啦，太紧咯。阿弥陀来接你，一定是佛公先救你。望佛公助教，家己修学的功夫就提升一倍了。所以弥陀经常讲一心不乱，真正梵文梵本无即句啊！你是一心一念，不是一心不乱，一心不乱是鸠摩罗什大师伊用的，伊甲原文的意思改了，有改错无？无改错啊！什么原因呢、啊？一心一念，你就对了。望佛光一个照，伊就提升了，提升到一心不乱了。咱啊，平常的讲功夫成片，是最浅的一心不乱。有这条件，就决定会成。啊，咱家己修到这个功夫咯，临终佛功一个照，就该提升到属一心不乱，成定咯。就讲台时间虽然短，就三日三暝，但伊个功夫到倒位呢？肯定是成片啦、啊。佛光一个照，伊就提升咯。所以罗什大师无犯错啊。罗什大师还个真有技巧，哦，咱对正宗、真心、对极乐世界真正向往啊！这个人得到三宝加持，会让做到一心不乱。一心不乱，还分从中下三品。下品功夫成片啊，每一人拢会当做到。随心不乱是难啊，为什么要断啊？见思烦恼，随心不乱定有是阿罗汉，你一心不乱定有是啊发心菩萨啦、啊，太烦了。这经常有啊，十九愿最后做阿维瓦帝菩萨，阿维瓦帝菩萨是发心菩萨呢，是离心不乱。哇，这句话讲，咱念佛人是功夫成片，往生，至到极乐世界都是属一心不乱。兄弟那边
真紧修行啊，真紧就证到离心不乱。速度太紧了，一心决定啊，证到究竟圆满。咱千万唔通疏忽啦，千万啊唔通把即摆机会错过。头前咱学过啊，《金刚经》上的精华，无住生心，拢在即句佛号当中。啥人讲净宗毋是佛事？净宗甲禅教严密专用啊，列在啊其中，何是一句佛号？一句佛号是禅，是密，是不舍，是方等。是法相，是三诸境界，各项都无缺。所以说，世间一切法，拢在这一句名号当中。念这句名号，拢总念到了。咱看下面的文，可见第十九愿重在发菩提心，一心念我；第十八愿重在啊自心信奥，一向专念。有时咱就啊明白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是弥陀本愿之心髓。四十八愿的中心点，全部大经的重要啊！修行最重要的知道功定啊，往生必必之静音，方便度生之诸行，往生啊必必之静音是对咱心上讲的，咱求生极乐世界。方便度生是菩萨教化众生的慈行啊！菩萨用这个法门来普度一切众生，啊，那有这个法门，决定得生净土。本经所宗，宗是宗相。专在无处，修行要紧，为师皆要。
修行重要的一条近路啊，快速通道，这是这要啊。快捷重要的法门啊，重要的成佛的古道啊。各位本经之中，这是啊，第二段，下面还有第三段，法师有利益，经书第三种，如菩提门上为法，那在日常生活的生活当中，啊，菩提心上为杯，咱来啊，避免。都三种，咱看念落的注解。甘愿大师往生论诸法，论诸甘愿大师的往生论。是天亲菩萨的如果讲三转法轮，无量寿经、弥陀经。观无量寿佛经，这弥陀三经，三经是四转，是宽转。往生论，天亲菩萨跟做证，做证转以往生咯。你看到叫做世界。跟咱做报告，真正有叫做世界，真正有阿弥陀佛，真愿之名是真的，不是假。伊啊，都用这个方法往生成佛了。这个成佛就是阿惟越地菩萨啦。天台大师讲六劫佛，阿惟越地是分正劫佛，是真佛，不是假佛。称伊是发心菩萨，因为伊的无始无明习气。要不等清气，伊住在是布土，甲十方刹土，一切诸佛如来是法界，特别是六道轮回众生，为什么太苦了？阿惟越地菩萨有能力随类化身啊，帮助这些人成佛，就因正果。阿惟越地菩萨的智慧神通道力
会使讲，甲如来究竟故地无差别啦。伊是无死无明失去，障碍伊，今日上就讲，如这代志以外，伊也无任何障碍。地球世界，伊会当分无量无边心，分心去做甚物呢？去降伏啦，降伏是修福啊，要修圆满的福报啊，去教化众生，上降诸佛，下化众生，无障碍啊。功德圆满咯，什么叫圆满？无死无明失去当清气咯，这就叫做圆满啦。圆满的时阵是报土都无去咯。像一公土眼前咯，你回归像一公咯，回归像一公都是华严经上所讲的妙伽如来，真正是无上菩提咯，顶面起起个无咯，已经是顶峰造极咯。啊，这个时阵甲诸佛如来发心融成一体。这一体就是光明，光明来对，无物质现象，嘛无精神现象，起心动念拢无咯，嘛无自然现象，这个境界的叫做大般涅槃。金刚经上讲的一切相即一切法啦，这是境界啊。那第一种法界来对，无生灭，无问天，无明时期，无等真现象。每每时期当真咯，相也都未现咯，都稳咯，都是一片极光，极光起作用咯，唔是讲未起作用，总是有感，极光都应，极光内面啊。经常称作如来的发心，发心无相，发心遍一切处，发心如来名号有弥罗迦那，万物弥罗迦那意思什么呢？遍一切处，遍一切时。过去、现在、未来，是一切时。十方法界是一切处，伊也是根，遍照一空法界。什么所在众生有感，伊就现象。现象无来去，无前后，所以称这种现象
当初出生，虽处灭尽。有言就现咯，无言就问咯。有问现，无成灭。咱看，谭论法师《往生论注》。无量寿经三辈往生中，三辈往生，上辈、中辈、下辈，虽行有优劣。三辈是大分啦、啊，三辈内底各有三辈，就变成九辈咯。九辈内面，每一辈内面各有三辈，伊得分落去，顶顶有尽啊！这就是讲修行有优劣，但是莫不改发无上菩提之心，这是共款的。发心是共款的，修行功德是无共咯。诸无上菩提心，无上菩提心是什么心呢？这是愿做佛心，这就是无上菩提心。愿做佛心，即是度众生心，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拢向着这个目标、这个方向，用命精进。所以，伫叫做世界修行，这才是真紧就会成就。阿弥陀佛，以究竟圆满的智慧福报，加持每一个往生到叫做世界的人。哦，这些人伫叫做世界所表现的智慧、神通、道力，伊好甲阿弥陀佛是相等的呀。阿弥陀佛太伟大了，十方诸佛对伊赞叹，称伊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这不是假，这不是一般的赞叹。但是我先到极乐世界，将来成佛，成什么款的佛呢？学生成就肯定是伊老师啊！阿难成佛，就是生甲阿弥陀佛同款的佛啦。咱那古的教化众生的处所，也都是啊极乐世界。咱是一个独立的极乐世界，也是一个共同的极乐世界呢。
这个问题啊，实际上，在极乐世界人是无存在啊。为什么伊无起心动念？啊，要有一道呢？这个问题是咱现今的众生啊，而且梦想。梦想嘛都有答案啦、啊，无答案咱是袂服啊。答案爱甲事实有相应，来先教内面互相讲，一切法从心上生，一切法是假啊。心想嘛唔是真呢，所以诸行内底无心想。以什么界人有这妄念？你诸佛十波陀内面无啊？波陀内面的人无起心动念。你哪会讲有这问题呢？所以啊，伊无问题啊。伊其实动念拢是智慧，实际上伊根本都无起心动念。众生感也亦有应，应并无起心动念啊。亲像咱的共精，咱共一个伊就会弹，共较重声音大声，时间长；共较轻，伊呀声音细，时间短，伊无起心动念。化身如来嘛是安尼啊，跟佛教一切众生，无一个众生无伫个光的内底。咱唔知影，伊拢知影。咱认为讲起一个迷失念头，甚至家己都唔知影。佛家化身菩萨拢嘛知影，这个事实真相咱都爱知影。知影了后，你就会联想到，你切时切处。唔通讲言故造作，起心动念，佛拢嘛知影。极乐世界菩萨是阿维陀地菩萨，拢知影，无一个唔知影。那你当去骂啥人呢？我家己也未当去骂别人啊。哪讲佛知影？变化界、虚空界，万事万物拢嘛知影。为什么呢？佛甲人讲呢，整个宇宙现象，宇宙以来。对我问来，我问是什么呢？创造整个宇宙的
晚点。这个晚点，就是我经常讲的，也迷信。也迷信都是五蕴，也有五种的性质。第一类是色，或者现象。第二个是修，有感受，亲像冈本胜博士做最实验，最有感受。对最实验内面，甲色、受想、行识，全部拢将握住。五性全有着最细，现在讲粒子。基本粒子，最小的基本粒子，科学家把它叫做微中子。这个微中子就是一个色、受、想、形式，就是五蕴，拢总是五蕴造成的。金刚经里讲的一合相啊。变化界、虚空界，所有一切现象，拢是这个基本的五蕴组成的。所以每一个物质现象、精神现象，拢像冈本博士的最实验共款呢，拢总会感受。会听，会看，也会记忆，也有反应。咱写本你可以看，伊反应。那演奏音乐可以听，有反应。咱心内起心动念对伊，我介意哩，伊知影；我讨厌哩，我恨哩，伊嘛知。拢会甲伊个反应显现出来啊，互咱看着。最细物质，所以佮袂当佮细咯，佮分伊都无咯。遐尔细物质，有着。色、受、想、行、识，哇！一句话讲，整个宇宙万事万物，用现在话来讲，是有机体啊，伊是活的，毋是死的。所以，美国的休兰博士准你，咱即个点样边来？甲咱讲诶，咱伫即地一举一动、一言一巧，我伫起心动念，用刀啊，知影，伊啊嘛知影，墙壁知影，天花板知影，地板嘛知影，无巧毋知影。你会当骂啥人啊？诸佛菩萨对这些事相啊，是完全啊通达明了啊，所以的心清净，的心平等，无起心动念。无分别执着，大公无私，对待变化界、虚空界，
认定的对待，一片的真情慈悲，用这片真情慈悲来帮助变化界、虚空界苦难众生啊！啊，那要安怎去学呢？抓着金刚经的功令啊，无住生心，是什么心？是念阿弥陀佛的心，无生别行的心，只是性幻之名。都是这心吗？心内啊，除了这个念头以外，什么念头都拢无了，这叫做应无所住啊，得个无住。啊，咱的目的都是要去极乐世界，都是要亲近阿弥陀佛。妙极了啊！这个法门啊，所以一定爱发无上菩提心。无上菩提心都是真心真愿。那哪里这一生当中，有家亲眷属、喜爱的人，希望永远做伙。有一个好办法，同生极乐国，就永远的做伙咯。无生到极乐世界去，一个轮回就给你拆散咯。搁再一摆拄着了，也无熟悉咯。只有到极乐世界，一个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是发圣心啦。确实是无量寿，是法界内面的寿命拢是无常的啊，寿命有长短，人间寿命短，天上寿命长，长亦有尽。伊毋是永恒呢，啊，道理天是咱上解释个，道理天主，中国人家叫做玉皇大帝，伊个迄地敢若有时差，道理天一天是咱人间一百年，你的寿命是一千岁啊！一年嘛是365天，一千岁，一天咱的人间一百年啊，寿命真长啊！中国号称5000年的文明古国，在道理天，这50天啊，还不能够的。5000年文明古国，在道理天，50天，一天啊，一百年啊，你的寿命一千岁。真正是啊，长命啊，叫做啊，无量寿啊。但是有到底时阵，如果起去，寿命是愈长。啊，真正长寿，真正无量寿，是叫做世界。
就是世界是真无良修，二十八层天啊，是无量的这个无良修啊。咱看到伊的寿命是真长啊，总有到头的一天。六年不化无上菩提心。但闻彼国土寿乐无间，为乐故万生，亦都不得往生。听讲叫世界太好了，我嘛想要去，嘛念佛求生，会当往生未？未当往生，为什么？无菩提心啊！这个菩提心重要啊！阿难法师内面啊，讲啊真好。什么是菩提心？愿做佛心。愿做佛心，就是愿度众生心。愿度众生，那就是摄取众生心有佛的国土。阿弥陀佛是无量寿佛，这也就是说明发心成佛是为着什么呢？为普度众生。阿弥陀佛这个愿，阿弥陀佛无讲发愿，我这个是要养老院，接恁来养老，接恁来享福，不是安尼。所以爱怀这个养老的心啊，这地啊太好，我会当来这地来度下咯，把这地当作阮家啊，这袂当去哦。这个阿弥陀佛的本愿那是无相应啊。因此，安乐集以天亲菩萨的往生论里面就讲了，凡有发心为无上菩提者，这个会啊，是咱的心爱甲无上菩提相应，宗门上讲的下辈，这第两个意思，生死离三种甲菩提门相违反，然后属第三种顺菩提门法，这讲啊真好。好，请第一个以地回门。不求自乐，远离我心贪着自心果。主家来都有讲，何定为三？是讲多三种呢？第一种，以地回门，不
求自乐。这个世界真有些人啊，想要去享受，这个、心都未相应咯，都未当去啊。所以一定都爱远离我心贪着自心，来个这放下。我要有个阿弥陀佛同款，阿弥陀佛的大心。是要普度变化界啊，虚空界，释放一切啊，如来刹土里面的是化界众生。这个、心有偌大啊？不是度这地球啊，不是要度这个啊太阳系。嘛，唔是要度这温和气，温和气伫大乘佛教内面啊，这只是一个单位世界啊。三千大千世界有十亿个温和气啊。这是咱未当讲，唔知影呀。那像有一个同学，给我一个资料，那是不是十亿啊？十亿啊！释迦牟尼佛的教区，十亿个云和气，无算真大。咱伫个《华严经》、《华中世界品》、《世界成就品》内面有看到。经常跟人讲呀，每一尊佛，因地法缘无同款啊，所以成佛了后，也教区大小也无同款，至少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有两个三千大千世界，有四五个大千世界，无同啊。释迦牟尼佛这个娑婆世界是一个标准的三千大千世界，阿弥陀佛啊，发的愿太大了，无量无边际啊，一切诸佛刹土，诸佛无量世界无量，一拢总拢要多，一个都未放弃啊！咱若无遮大的心量，甲阿弥陀未相应，所以为什么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是遐少呢？心量啊，太衰咯。斤斤计较，一丝毫都唔肯放下，这款的心念佛，咩哪会当往生呢？所以贪婪法师《往生论注》顶面这句话啊，真要紧。若人不发无上菩提心，但闻彼国土受乐无间，为乐故愿生，亦当不得往生也。
这个咱的疑问解读了。为什么连下动手遐多？真正往生，是李老师讲的。这班的人有三五个啊，这是六十年前，六十年后今仔日，你来问我讲，我会跟你讲，这班人当中大概只有一两个啊。六十年前啊，有三五个，现在啊，只有啊一两个尔。为什么当往生？看贪婪法师这段开始就明白了，无发菩提心吗？十八愿固然重要，十五愿也未当少啊。十九愿发菩提心。老爷大师在要解里面讲得真好，是不是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无？信愿就是菩提心吗？决定你是不是往生，你甲阿弥陀佛的心是不是同款？愿是不是同款？佮伊个心无同，佮伊个愿也无同。但讲念十万声佛号，也袂当往生啊！佮阿弥陀佛结一个缘啊！什么是这往生？心动佛心，愿动佛愿，就会往生啊！无论是四十八愿，心是普度一切众生，对一切众生都爱甲看作家己亲人。现在讲亲人都无路用了，为什么现在人无亲人？人跟人之间现在变成只有利害，对我有利就是亲人啊，对我无利的，父母都拢不是亲人。父母细汉就跟你饲个这么大汉，到伊家己会独立咯，父母对伊无路用了，就给断掉了。这是西方的价值观啊。我伫美国真侪年啊，美国社会就是安尼，十六岁就算讲成年咯，十六岁啊，离家出走，你若去报警察，警察唔管，为什么伊会当独立咯？你去找要创什么？所以父母这种的亲情啊，拢无咯，兄弟无咯，夫妻靠不住，有早起结婚，下晡就离婚咯。那这世界上，多结多妻不离婚呢？离婚率太高了，当年的上升啊！这是什么心情？情无了？
所以现在人在这社会上孤独啊，多可怜啊，可悲啊。你若无了，就是生分人啊。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中国人会的科技、机器灭去了，把传统文化疏忽了。咱今仔是遭受这个难啦、啊，维系几千年传统是甚物？所以爱知影，中国是全世界独一无二，都是文字、文言文。这物件断掉了，现在对外国人在行，啊，讲袂当甲传统的文字、文言文再恢复传统文化，是绝对袂当产生效果。为什么祖宗断掉了？亲像一张树啊，赶快无根啦，早暗的打死了。有个人跟我精神了。这是我真早呢，都这意识啊，一心不言啊，国将难明啊，学会了后。这多年来，有淡薄仔影响，影响也是真薄弱啊。障碍太多了。排敌病情啊，就是现实的状况。有几个人无咧求助咯？有几个人会当放下谈着咧？真正放下谈着咧，就是真正求净土。真正发愿求生净土的人，也放下。为什么呢？伊知影不放下贪嗔痴，是袂当去极乐世界啊。第一点放下这个，第二呢？以慈悲门，断一切众生苦，远离无安众生心故。注解甲这意思完全共款，转接落咯。咱若有慈悲心哦，有断一切众生苦的心哦，无这心啊。
咱看不惯的人，总是想办法来离开呀。人家无发心去感化伊啊，去度化伊。5006年，英国剑桥大学的汉学家，灭台位教授来香港来看我。邀请我去英国去办学，还是一个好意啊！伊写唱啊真好，伫伦敦办一个大型学院。大型书院，就有剑桥大学，英国学校书院制，像牛津、剑桥，差不多拢有50多个书院，组成一个大学。我甲伊讲，我袂当去啊。我甲伊啊见面啊，啊伊伫遮住两工，每工3小时，阮讲6小时。我有甲伊讲啊，啊中国古老诶，即个教学诶，即个理念方法来讨论啊，伊现在西方无咯。伊啊，是一个汉学家，两部名著拢会背啊。啊，阮讲到这个讲到教学啊，你们阿妹安怎教？我讲无办法啦。阮老祖宗会有方法，伊真着惊。伊讲老祖宗的方法，伊捌听讲的，是啥物呢？我讲咧《三字经》，你有读过无？伊啊，《三字经》会晓背啊。我就甲伊讲，《三字经》头前八句话，是阮老祖宗教下理念。办教育。是八句的人唔捌咧，迄都唔是中国传统的教育。你看《三字经》顶面啊，第一句“人之初，性本善”，来肯定。学生性本善，哇！即句讲，学生拢具有正贤的基础根基，就看你要安怎教咯。你用正贤的方法教伊，伊成正贤；你用君子的方法教伊，就成君子。如果我学生啊，拢无问题咯，啊，问题啊是伫个老师咧，这学生啊是袂当接受，唔听话啊，该开除咯，这失败啊。中国古人常讲，言而不得，反求诸己，
怪我家己未晓教，唔通怪伊未晓学啊！这个概念一定爱有，学生开除咯，是你教育失败啊！你安怎会甲这个学生、甲伊啊，这个教学是转而为先啊，转而为我啊，这教育成功了。哎，圣人，你看佛教的教学，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你个教伊唔肯学，唔好法学，犯错误咯，该开除咯。这定是否认了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啦。大圣，咱啊对观念来去做啊。那成佛啦是什么方法呢？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就成佛了。我的心是什么呢？本性是什么呢？清净平等觉就是本性。每一个人心拢是清净平等觉，每一个人拢是佛心。咱家己就念有咯。变质咯，啊，帮助着别人啊，啊，变质啊，帮助别人还啦、啊，那就是个本来是佛，变做六道众生咯，搞错咯。啊，我讲啊，真欢喜啊。啊，最后我甲伊讲，我真感激，我袂当去伦敦啦。伊伫咧澳洲啊，我袂习惯啦。这是真咧。将来有机会，亚洲这边有机会，这是上介好。现在咱亚洲、马来西亚想要做，印度尼西亚嘛想要做，印度尼西亚是佛教大学，这非常难得啦。伊要开汉学院，伊要建智库图书馆，我希望也做成功。有一个所在，有一个成就，慢慢大家都会去想，都会去模仿。啊，汉学乃当兴，这个世界有希望。啊，从都都一当化解，世界一当恢复安定和谐，真正都要以慈悲、以智慧、以慈悲、以方便。修心会成功，教学会成功，事业会成功，无一项未成功的。但是先来培养咱的智慧、慈悲、方便，这会自度度他。智慧是第一，智慧就是放下。每当放下的人是无智慧，有烦恼无智慧，放下烦恼，智慧就现前了。啊，今仔日时间到了，咱都学习到这地啊。